当做主教练以后，那么现在他的两员将都输了啊，马林不是完全直接的关系，对啊，教练呢他只是尽责尽职。很精彩，这球太精彩了。然后呢再一个网别九比八，漂亮。小心出镜头，连续拉出镜头，这个谁的正手运用的多。现在二比八，八号发球，短的。漂亮。这球打的就像下棋一样啊，您看出几道。王励勤都在旁边在欣赏着这两个小弟弟来争夺冠军。漂亮。漂亮，小心过去，高场的保持长，对，太好控制，低点四比六，出台。你说很重要，你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犯错误，所以你漂亮，十比七，漂亮，好的，这样好坏就以相反，这个也就不一样了。漂亮，好的，然后发球，把它挑起来，人都想成功。漂亮，漂亮！这个战术吊右方压左方，但是王浩早有心理准备。漂亮，漂亮！反手拉。中远台反拉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，这球从相持好像差不太多啊、嗯、相持差不太多，啪啪球，正手侧身再侧，这样拉起来，确实判了，而且郝帅呢也认为该判啊，没吭声。这个因素六比三，专门派出了三个监督。漂亮，七比四比七，拉起来。还不够承受力，连续再连续拉反手，还是拉反手，然后扎扎实实的一分一分钟，最后呢把比分拉开了。对，这是小将之间的一场争夺。放高球怎么打，还短，拉起来，拉中路，在王浩就取得了2003年大众汽车国际青年职业足球赛总决赛的冠军。那么这。